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户型呢是2096斯皮尔费的，售价是749,990。进去看一下，它是一个3到4房，2.5卫。走。左手边是一个卧室带一个半卫洗手间，这里是储藏间，右手是车库，左边是厨房，是 pantry。上二楼，2096。二楼的 loft， 右手边是主卧，可以看到下面，可以看到这里写着 loft 可以改成 bedroom 四。洗衣房。